长信康和健康产业集团2018年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，注册地为珠海横琴，市级营养健康产品研产销健康教育科普 AI 健康扫描全球优质医疗资源整合于一体的健康产业集团。长信康和始终坚持以人类健康为己任，秉承产融结合、创新驱动、艰苦奋斗、一致行动的理念，致力于全球数字健康新生态的建设。集团旗下目前有天天家、爱活力、WinScan、BioLife、东辰医药、卓康科技六大品牌，天天家生物科技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，专注肠道微生态健康，拥有多项核心发明专利，是目前全球唯一工业化量产魔芋低聚甘露糖益生元的企业。爱活力专注男士健康管理，数字健康平台 WinScan 与澳大利亚上市公司 MyPhysical 正式签约合作健康 AI 项目。 BioLife 分布式生命科学共识联盟在苏格兰法斯格城堡成立，分别在英国、阿曼、澳大利亚、韩国等国路演，人民日报、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以点亮生命健康未来之光，称赞 BioLife 的诞生。东辰医药拥有100多家健康连锁药房，130万会员，2020年助力抗击新冠病毒肺炎。长信康和天天家携手人民日报社、健康时报等单位，向雷深山医院、协和医院等11家医院共捐赠了价值204万元的微生态制剂魔芋益生元。集团目前携手中科院微生物专家，打造肠道微生态诊断、治疗、评估整体解决方案。天天家益生元已进入深圳人民医院等全国多家3甲医院。长信康和旗下创新应用健康魔方 APP 1.0 集成了 AI 健康扫描、健康科普、优惠抢购、健康商城等模块，健康魔方2.0将上线医药电商、科普游戏、线下招商等模块，健康魔方3.0将上线互联网医院、个人健康数据资产、全球优质医疗资源整合等模块，将区块链、物联网、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综合化应用于健康魔方平台，更好地解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匀、医疗健康数据碎片化、患者和医疗机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。通过健康魔方平台，推动医疗行业信息系统和公众医疗健康数据互联共享，消除信息孤岛。长信康和秉承预防为主、防治结合、主动健康为宗旨，通过科技和创新服务好用户，优化互联网新媒体的教育科普服务，共建优质高效的现代化医疗健康服务体系，实现数字健康家庭化、健康产品生活化、健康产业全球化，助力健康中国2030。